现在吃一个芝士蛋皮肉松卷。黑芝麻奶黄麻薯球，这好吃，都是黑芝麻。姐妹们，今天喝的是调理脾胃、提高代谢、补气血的，每天坚持那条，越来越美哦。普罗旺斯欧包，喝完了，这碗欧包很好吃。海苔肉松的不是很好吃。
这款第一口很惊艳，吃多了有点腻得慌，有点上头。